来拍拖啊，咱后壁嘛，后台嘛有拍咧。我甲你讲，要我后台拍，真正就无简单。迄后台很难搞，你敢知？我没有搞过，迄后台真正很难搞咧。但是我讲吼，谢谢。表示咱后台吼，剩迄个眼睛是雪亮的。雪亮的。你看台湾选选拍拖，这真正就厉害的咧。系啊。我讲，我刚才看你出门无扎耳搭，我就知影这真正有事咧。因为通常吼，无扎耳搭是安那？无扎耳搭就是迄条规耳搭无扎出来。哦，你讲耳搭咧。嘿，嘿，嘿，耳搭无扎出来。对，通常若无扎耳搭，就是表示视力非常的相当吼。相当伫咧阮迄边，无人敢做即种危险的动作咧。真的吗？对，耳机若若飞，就准备要坐飞机啊，你知无？耳机若无着，准备要飞啊。对，就准备要坐飞机啊吼。啊，为的是迄落飞短途的，从迄落高雄到台北，吼，啊，为的是一路飞到日本，飞到美国去。吼，所以阮璇璇非常欢喜。对，啊，阮璇璇吼，我看是在借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？也没有啊，所以这是无意中发现的就对啦，对啊对啊，所以连你家己有特异功能，你都唔知就对啦吼。哎呀，某天就突然间就开窍了。真的呢，你很厉害呢，你人安尼说了去说了去，竟然单点车你也有难的吼，这有什么秘密无哈？无，都吃用了。真的呢，都吃用。真的呢，好厉害呢，因为通常吼，迄说了去的人拢敢那吼，迄单点非常有力，但是我猜你无同，我是空空甲多了单点开始。来来来，好，啊，今年吼咱。好理工的吼，啊，今仔非常无简单，邀请到哦，我这两个姊妹啊，真正水甲无依无束，真正真水吼。来，啊，赶紧好理工的，赶紧互阮璇璇继续做安排。好，继续安排，祝奖爱着你。来，这里来，要来璇璇讲讲，来。哦，谢谢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吼。来安排着台湾民谣，祝奖爱着你。祝福奖爱着你哟。厝厝上爱着你着我，每日拢心茫茫，每日拢心茫茫。厝厝上爱着你着我，厝厝上爱着你着我，每日拢在你心茫，难难难难的地方。接下来，祝你爱着你，感谢大家的掌声。